你没有蔬菜吃的，今天来地里摘些小青菜回去吃。你看这小青菜长得也太好了吧，密密麻麻的，好茂盛啊。我家种这么多小青菜，估计以后要天天吃啊。小青菜好嫩呐、啊！哎呀，你看这叶子上好多虫眼呐、啊，被虫子给吃掉了。一看就是没有打过农药的纯天然无公害的绿色蔬菜，吃着也放心了。都说穷人吃肉，富人吃蔬菜，我家就是这条件了，没有办法呀。现在我们农村这个季节蔬菜最多了，几毛钱一斤的蔬菜都没人要嘞。像有一些大城市卖的蔬菜好贵呀、啊、几块钱一斤，还都是大棚种植的。好了，就摘这些小青菜了，可以炒一盘菜了。我家这个地里还种了好多的蔬菜呀，这个是桥头，然后这是什么菜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刚长出来的，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吃。然后这个是芥菜，前几天刚种下去的。哎呀，这么多青菜吃不完了。回去了，拜拜。